书院不收女子，天下岂不少了一半人才？两位怎么一眼看上去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感觉呀？祝贤弟是男子，哪来的青梅竹马？赶紧赶紧，长院可不好相遇。长啥样？往常都是一群鹌鹑，今日见这个黄雀，着实有意思。刚才你说学过些微末拳脚，我倒想要领教一下。郡公主。